脚痛、膝痛、愁，伤患不保留，保健就足够，你值得拥有。K K Sir， 今日有咩 tips 俾大家啊？我今日咧同大家分享有关膝头哥嘅伤痛嘅。咁点解咧？原来好多朋友咧同我讲：喂 ，K K 啊，我今次嘅膝头哥咧又呢度痛嗰度痛，究竟点样去做下保健啊？咁样。咁我就可以喺呢次呢一個小貼士裏邊咧，同大家詳盡咁樣分享有關膝頭哥嘅傷患。假設我哋呢個膝頭哥啦，咁當個月餅咯喎。咁我哋首先咧一切落去就叫做內邊，呢一邊咧就叫做外咯喎。跟住我哋咧再一刀切落去，咁咧我哋就叫呢一邊叫做上邊，呢一邊就叫做下邊咯喎。咁你試下諗下，一個月餅切兩刀，咁啊變咗四塊咯。咁我哋咧就順住由外至內一個圈，順時針方向咁數。呢邊就叫第一塊、第二塊、第三塊、第四塊啦。呢個膝頭哥邊一個位置痛咧？咁我哋好清晰要知道嘅喎，唔係估估下噶嘛。咁咧我哋咧就同大家講，就由外邊之內邊順時針方向咁樣去走，等大家咧就知道邊一個位置痛咧，咁從而喺保健嘅方面咧就會好清楚、好容易、好直接咁揾出嗰一個嘅痛點啦。